真正中国的官员存在于文献记载的是袁清花，袁清花元代的那个福建时局下面的那个那个烧青花的那个窑，那是官窑，到现在的还没有啊，这个还不到时候啊。这个它的胎体呢是香灰色胎，香灰色胎胎体呢比较细腻，但是呢不够致密，而且有的呢还含了一点细沙，这是我对待的新的观察。我原来写的时候啊，也是啊，这个好东西就是把最美的瓷器都形容上去，看来这不客观，这不客观。科学就实事求是嘛，科学就实事求是嘛。这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只能增加你的科学性，增加你的珍贵性，增加你的可信性，那么不会损害你的这个威信。你把它捧得那么高，本来一脸的疤烂，就是漂亮的呀、啊，这个不得了了。实际上一看了蛮不那么回事，对不对？不行的一个东西。所以它是啊，这个相对这个胎，这是第一个。第二呢，釉层啊也并不很浓厚，釉层并不很浓厚。第三呢，烧成的温度呢不是太高，它有一定的生烧，所以一般的薄化程度不强。像这样呢就已经很不错了，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但是呢，它你跟定窑相比，你跟龙泉窑相比，这个你把龙泉窑相比，那个釉来说它的薄化程度不够，啊，薄化程度不够，一般是偏青色。微微发一点蓝色，很含蓄，很典雅，所以呢为皇宫啊所喜欢。那么烧成的瓷器的时间呢大概是宋朝末年，就是宋徽宗宋钦宗，那么就宋徽宗以前一点时间，总共的生产时间大概20来年的时间大概20来年的时间。所以呢这个汝窑瓷器啊离在现在的世上啊时间是很少。生产的东西呢，总共啊，全世界的家具呢，大概是50来件，台�湾故宫呢有17件，北京故宫大概有11件，上海呢有7件。后来八国联军呢打进圆明园以后，火烧圆明园偷出去以后啊，在世界各国的博物馆，像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这些啊，单位的基金会的一些收藏，总共加起来啊40多件。所以这次伐罪以后呢，就解开了这个谜，解开了这个谜。那么我们现在呢，来看看这个加固有什么特点？汝窑瓷器的鉴定再往下。你看这是汝窑的田青釉，这个是比较烧的比较温润的。它这个釉里头啊有玛瑙，在釉里面掺了这个玛瑙石和粉末，所以呢，在釉层里面呢有这个。像神经一样的晶晶的那个亮晶晶的这个闪烁的这个亮点。那么就是昨天有朋友讲啊，说这个汝窑我们根本见不着何必讲呢？其实啊，现在汝窑啊已经炒得非常的热，还是能见到的，还是能见到。比如说我在这个去年的年底啊，到荷兰的这个洛阳那边有一个利马市。利马是一个开矿的一个矿业主啊，他收藏了一件这个瓷器，收藏了一件瓷器呢，他说他是在30多年前，在那种开矿的时候非常的穷，在穷山区一个老太太啊，就拿出一个碗出来，是吧？谁要我这个碗呢？我要饿死了，这是个好东西啊，这是个好东西啊，谁要啊？这个我换点粮食啊。他这个人呢，就给了他，买了2袋白面，买了1袋棒子面，就把这个碗换过来了。换过来了以后啊，他也不在意，就放着，就一般放到屋里头。放到屋里头啊，现在说汝窑，炒得很热，他就注意了，说这个让我去看，特别请我去看，我看是真的。那确实是真的，但是呢，它是那个汝窑里面没烧得很成功，它并不是田青釉，它是有点发黄，但是釉面还是很光润。那个造型啊，跟那个汝窑那个海南寿江那个一样的，尤其是啊，用那个15倍到20倍的放大镜看那个胎，看那个釉，哎呦，那个釉里面真是有像那个。天上的星星闪光眼，这个亮点一个一个是亮点，我说是真的，这是真的。另外那个做工啊也非常精细，这是香灰胎。我说你啊，千万你把它注意，就把它保存起来，因为这些汝窑的东西啊，它动不动就是值上千万的价值，上千万的价值的话，我们呢对于这个
对这个鉴定呢，我们要慎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本身啊，对这个东西认识还存在一定问题，就是还不是很透彻，认识还不是很透彻。第二呢，就是说啊，这个我们也有点害怕，有点害怕。如果你鉴定假了，人家拿去做了上千万的买卖，那么这个化药分析清楚是假的，那人家说这个是李老师鉴定的，那把我卷到假的。台湾有人造假啊，听说香港有人造假。甚至东南亚国家也都有造假，都有造假。所以北京大学的鉴定呢，在我们实体研究当中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所以北京大学啊，最近现在生产到现在，究竟有多少的真的东西，有多少啊这个真假分不清的东西混淆到里头，打混到里头，现在都不知道，因为它太宝贵了，因为这个北京大学它太宝贵了，所以呢，所以这个一般来讲啊，这个你不能拿到手上看啊，不拿到手上看。我听那个台湾的朋友啊讲，这个要看那个五大名窑啊，在台湾是非常珍贵的，要六大名窑，在日本呢几乎不给你看啊，几乎不给你看。日本他那个像那个宋代的瓷器，还有建窑的瓷器，尤其是他的药店天文的瓷器。那你这个半年以前就得去登记，登记里面这个绝对一定批准。因为我在日本去了很多次呢，都没有机会看到，因为没有机会展出没有看到这个东西，这个是很难的，是非常难的。那么这个北宋官窑啊，这个真的和假的对照起来，它破绽的表现呢，主要我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的归纳，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啊。破绽杂古董啊，它那个缺点有六个方面为主。第一个呢，就造型不像啊，造型不像。比如像刚才那个玄文瓶第一件，我说你把第一件的玄文瓶官窑，为数不多的器型呢，做的比较像。做的比较像以外，其他的呢成这个玄武瓶，这个玄武瓶呢一般呢做的还是比较像，等好这个玄武瓶啊，玄武瓶，像这个玄武瓶呢，它一般呢做的还是比较像，做的那个在开封这个他们那个鉴定那个官窑研究所，官窑研究所做的这个作品呢，他们呢做的这个时候是做的还是比较像，做的比较像呢，但是就在这个幅度就是在这个肩部啊。大多数同学呢，它是这个肩部的这个线形结构啊，它这个肩部有点斜，比较斜过来。你看它这个口部比较大，然后呢，这个过来差别不是很大，这个幅度呢很含蓄，虽然是很壮美，但是很含蓄。它这个地方它就是鼓出来一点，就是太鼓了一点，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就是太鼓了一点。然后呢，它这个弦纹，太粗了，这个弦纹呢是隐隐的出现。其实这是一个结构缝，那结构缝呢把它就鼓出来了一点这个，然后呢这三根弦纹呢，因为它也是一种结合，因为它是这个先从这一板，然后就底下这一板结合起来，然后就三个皮弦纹呢把它掩盖起来，它是比较活的，现在它是比较死板，三个皮带铺在这一边那是很偏的，但是呢它也有厚厚的釉层罩盖，都已经看出来。所以这个第一次啊，我们去鉴定的时候啊，完全比它迷住了，就是比它那个厚厚的釉层啊，这个看着就是哎呀，很像，非常非常的像，尤其是那个光泽，那个温润如玉的光泽啊，感到非常的像，因此对其他方面呢就不大注意了，所以当时很快就通过了因为这个研究项目啊是国家轻工业部投资那个是三十多万人民币啊，来专门研究这个，他们做出了一批东西出来，做出一批东西来是我们去鉴定，那个鉴定出来的是我写的，鉴定书是我写的，当时呢没注意到别的方面，注意到这个，注意材料，但是实际上后来再看一个，就第一次看的猛看的像，那后来呢，对于把这个这个图炉啊仔细琢磨以后，结果啊，在故宫啊看到那个真品仔细琢磨以后。发现了它是似是而非，这做的比较像，但是呢很多的其他的作品，它那一件仿制品呢是在一九我是一九七九年，
概1983年、1984年，大概1983年、84年的时候，他已经那个纺织品就要30万块钱，啊，那个是等于是20年前，他纺织品就要30万，就要30万块钱人民币，啊，那时候所以那个时候那几乎就啊不可能的，啊，就以大概作为这个当时我们建立的依据，那么大多数啊。那大多数他有一些普及的，就是供旅游者选择的，供旅游者选择。当时他还不是作假，还是不是那就骗人，他是作为开发旅游商品，一方面也受国家旅游局啊委托，就是为旅游者啊，因为到中国来嘛，要接受一些中国的这个文化啊的东西啊，他们呢也送了一些东西啊，来制作成那些普及的产品呢。当时啊，我记得啊。我们每一个参加鉴定的委员一人送一件，啊，一人送一件一个很漂亮的狼匣，那么在外面标出来卖，在那个大商店里卖出来，像那个包括工艺美术服务部，那个时候还没有盐沙呀，也没有这个赛特的什么商店都没有，那么就是在这些大的高级的宾馆和商店里卖，那个时候卖200块钱、400块钱一件，啊，这旅游商品，但是这类商品都不像。啊，这些商品啊，在造型上面都不像，啊，都不像，啊，为什么不像呢？主要是线型安排不像，因为这个台阶比较粗松啊，比较松，它这个因为练泥啊，没练多久，它就要上机就要成型，而且它的练泥啊，不是这个古代的人呐、啊、那种用那个牛啊来踩它，用人呢、啊、来泥练，它不是，它用机器，要机器压，机器就挤压。那个机器拍打，那个机器一放进去，一挤一压，然后挤拍一打，哎，差不多，第一个半天就那个泥啊就已经好了，然后再打第二个半天，第三个半天，三四个半天，它就造型了，就成型了。这个可以想象，它那个这个水分子啊，对这个陶制瓷这个原料的口一样，并没有深入的分解，也没有产生足够的胶质薄膜，所以呢，它就不能做得很精细。不能做得很致密呢，那么它的必然的就有一种手轻的感觉，所以他们为了得到那个手重的感觉，一般普遍的加重，普遍的加厚台体。所以我最早得到的印象就是官窑的瓷器台体厚，拿一个棍儿往里插进去，跟着一亮，然后再亮外面那个底厚很厚。还有呢，就是那个像那个玉壶春瓶啊这些啊，小口里面啊，它从口缘薄一点，口缘以下到那个细脖子拐的地方，它就比较粗了，它就比较厚了。所以这个啊，它就是这个、由于有这些东西值得组成了，所以它那个这个就使得呢器物造型上的口部、颈部、弧部对线条失去控制啊，加大了弧度，导致了弧线呢增大而臃肿，没有真正北宋官窑的壮美、严谨和和谐的美啊，没有那种和谐的美，没有那种壮实啊、严谨、和谐的美啊，也就显得过于的线条臃肿，显得不协调，这是它的这个第一个特点，就造型上不像。第二点呢，它普遍的特点跟其他的是一样，它是台体过重。这尤其是底部加厚，台体这个下腹至底的部分呢、啊，出现了这个上轻下重的感觉，就是上轻下重的感觉。那么这个官窑瓷器呢，现在有一些甲骨董啊，这个现象倒有点克服。现在的甲骨董啊，它那个这个线条上的控制上比以前好，啊，比以前好了。那个没有那个往外浮出来，就这个那种臃肿，有一种臃肿的感觉，还是有一种壮美的感觉。但是呢，它就是有一种这个特别的感觉，就是比较重。虽然是有那种壮美，有那种严谨的那个，但是它过重，它比古代的真品重多了。所以这个呢，就是可能是在内比啊，它控制了外比，在内比加重了。或者加上了比如的关系啊，有这个缺陷。第三一点呢，是制作工艺上出现的缺陷，因为对真正的北宋官窑的认识不足，自家的人呢、啊、精细制作呢，他只是制作了口部、颈部、腹部、肩部这一部分呢，他做的比较好啊，做的相当的优美，
做得相当优美，也做得相当的精细，做得相当的精细。但是它的底部啊，它的底部就不够精细了，尤其是竹园的部分，尤其是竹园的部分就是比较马虎，就是它好像上面口部、颈部啊、肩部、腹部这一段，它那边做完了，到底下要收手了，那个地方它出现了马虎啊，出现了马虎。这底足的竹园呢，这个它用刀切，要用刀切，它这个刀切的不准确。啊，他刀切不准确，他那个古代啊，实际上古代不是用刀切的，古代不是用刀切的，古代呢，他是这个轮盘啊，在旋转的当中呢，这个泥坯还是成型以后啊，他是拿一个细绳子一拉拉出来，拉得非常的熟练，而且拉得非常的准确。现在呢，他们不是了，他是拿刀削。我当时看到他这些作品呢，就看到他底下竹园呢。用刀削竹的地方不圆润，这刀法很死，而且呢，他那个削完了把竹削出来以后啊，他就没有去修管，好像工艺啊，好像个人的影响，好像工艺没有做完啊，好像工艺啊没有做完一样啊，没有做完一样。这个就是他那个这个底足的啊，底足的部分呢、啊，出现了那个毛毛叉叉的那个啊，那个欠缺的部分。总之啊，就觉得这个宋代的它那个精美啊，从口到足，它是精美的整体，它都是很完美的。但是他们到那个底足部分呢，它的底足马虎，底足马虎，有的时候留下的渣呀，有的时候刀斜啊，留下一个刀痕啊，这些现象出现，啊、都有那个现象出现。所以呢，他们那个这个不完美啊，不完美，整个来说它是不完美的。尤其是底下有的是啊，脏不拉几的，有的还有那个有的肉啊，还有一点那个其他的这个渣子啊，在上面，它那个底子啊不干净啊，不干净。宋代的那个官窑瓷器啊，它上下一直非常干净啊，规规矩矩的啊，规规矩矩的，绝对没有这种啊虎头蛇尾啊，没有做完啊这种马虎的现象啊，没有马虎的现象。这是我感觉的这个第三点。一点呢，就是整体石釉不错，整体釉上的不错，上的啊也比较这个啊整体釉啊上的也比较啊也比较这个整齐，还是比较整齐，也比较均匀。但是到了底足部分，特别是竹园的部分，它这个釉啊就毛毛叉叉的，就毛毛叉叉的，而且用手去摸，用手啊你摸那个底部啊，它拉手，就像里头啊有沙子一样。啊，它拉手，这是它这个底座啊，这个做的不干净。从上釉这个角度，跟当时的台体上的形成的这个一样，都是没有做完，没有做完呢，它就收手了，所以呢，留下了这个遗憾，留下了遗憾。那么这是以前仿制的，以前仿制的。那么最近呢，就是前年吧，这个是前年了，在北京呢办了一个。这个五大名窑的仿品展览，五大名窑的仿品展览呢，挑选展品呢就是我去挑选，我跟王玉英呢，我们几个人去挑选的。这个展品的主办单位呢，就南生官，就这个北生官窑的研究所，他们送了的展品，所以展品后来已经送我们一个，另外我们就挑选展品以后，离开他们已经送我们一个，送了一个，我们觉得又颜色不像，这个就是又颜色明亮。啊，里面就这样下。啊，你看这釉，它是很清新明亮的，啊，柔润，很明亮的。它那个釉啊，无土，它的釉无如土的，不明亮，有点暗，啊，有点暗，不明亮，它的有点说不出的味道，有点好像那个，有点那个，发闷，啊，有点那个颜色啊，说什么颜色啊，就灰暗灰暗的颜色。他是追求这个啊厚釉啊，追求玉的质感细倒是比较细，但是这个釉光的这个明亮的程度达不到的水平，一看就是加工的啊，一看就看就是加工的，没有这个我说蒙人不行，这个蒙人展览可以，那蒙人绝对不行啊，蒙人绝对不行。那么这个拿回来以后，把它就放到书架上一放啊，书架房里面放结束了，就来人家喜欢的就拿走。
它这个就是颜色不明亮啊，不漂亮，但是摸起来还是很细滑啊，摸起来很细滑，所以它这个感觉啊是不对的。这个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鉴定的这个要点啊，鉴定的要点。这颜色太暗，没有白中光啊，清新柔润，美啊如美玉啊如美玉般的明快感。开片呢，一看太琐碎。大家看这个乳腰啊，这个官窑的开片呢，你看大片、大纹片、小纹片错落有致，它那个一律都是比较小片，一律都是碎片。啊，它这个一路就是碎片，这个颜色的暗呢，比这个还暗一点，比这个还暗一点，啊，还暗一点是什么样的颜色？就有点像那个青玉一样，就像那个青玉一样，说不出来的那个味道，反正它没有这个明快感，那、啊、那个片纹呢，也是还是琐琐碎碎的，啊，还是琐琐碎碎的，这个。那么这个最使我对这个啊官窑瓷器产生鉴定的这个第一个印象啊，就是我的这个第一个印象，就是啊我们鉴定的那件这个玄文瓶，当时啊会觉得好得不得了，我说你们是怎么做出来的，但他们告诉我这是他的行业秘密，我说你让我的鉴定，你这个我问你问题都不告诉我，而且要我来给你执笔写鉴定书，那我说不能写，我啊，我不能写，你不告诉我就不能写了，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成功的，我要告诉你放心，我不会拿去做去，你以为我去做去？我说我已经到写文章写不过来，我去做瓷器，我做得来吗？所以这瓷器要建厂房要干的东西，我做得来，然后说这也不行，但是后来就是。回到房间里，哎，跟我住在一屋的，就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就是制作的主任工程师，何远义，何先生，何远义的，知道吧？琴瓷啊，又光外表，那么这个就是涂光明亮，所以涂光明亮啊。那么老瓷呢，就是又光内法啊，又光内法。像那个啊，像酥油一样啊，像酥油一样，而且像玉的质感，像玉有玉的质感啊，有玉的质感。那么它现在的做，它降低温度了，降低温度呢，就是它的玻光度不够，所以刚刚一出来是还有一定的亮光，所以当时我们一看，大家都惊呆了，哇！接下来就讲，说这是科学技术的这个成就。所以我啊，这回出来啊，我连续写好几篇文章，在这个画报上。在人民画报上、河南画报上，啊，在这个河北陶瓷上，啊，我都发表文章来称赞，现在这个南北宋官窑的工艺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们也因此啊，这个得到了比较啊好的奖赏，比较好的奖赏。那么当然这个事情就马上就过去了，过去了以后呢，结果过了好几年，到了1994年吧。那时候了，到了1994年的时候了，这个当然我们的办公室啊，我们历史博物馆呢，我们考古部的办公室就在端门，叫端门的西朝房，在那边，我在正在屋里爬到写桌子，突然一个人推门进来，要是你在，我在这，我说你们来干嘛呢？他说我们来办那个，这个清工业府办的这个古代工艺美术品的成就展，古代工艺美术馆。你们成就长就你们看他就在中山公园，我说他心里这个玩放在里面去看，看了那件东西出来，就是那个要买30万块钱的一个，还有其他一帮手，这个在这个鉴定的时候是最好的那几件作品出来，这么一进一看，哎呀，不像，因为他已经过了差不多有十来年呢，他在这个仓库里放着，那么空气啊对他的作用。它那个釉面的分子呢，重新改组，已经开始有一定的老化了，而且本身呢，它的温度下降，它的这个薄化程度就不够，它抗老化的能力就弱，这样呢，我一看到那东西啊，一下子我就知道这是假的，这完全是假的，这根本就是仿的啊，这没有一种真的感觉，为什么？它颜色发光，光泽发闷，它好像就有一种打蔫了一样。
就好像那个火苗啊，在这个好好的生长，生长的话一场霜打下来啊，它发蔫了，看你没有精神，看你没有精神。所以啊，这个真假的这个鉴定呢、啊，就是它这个光泽，虽然是那个古代的那个，它那个隔了这么多的年，它虽然是有老化了这么几百年，七八百年、八九百年的这个历史的转化，但是由于它当时的光化程度比较好。还是明亮的，清新明亮的。但是呢，你现在烧的，因为你没烧够，温度不够，它也受到了自然界的腐蚀，它也重新改组，它的波光就把门，它的那个反光的物质啊，就亮不起来，亮不起来。所以这种反门的感觉，我就感觉呢，这恐怕是鉴定真假的一个很重要的。新烧出来的又高氟量，啊，这个氟量，这个轻挑氟量。那么如果它放个一二十年。放个一二十年，因为我们这个岁月变化是很快，因为我们那个到北京十九岁到北京，现在都六十七岁了，那个一下子人就过去了，所以他绑一件东西放个三四十年，那让你鉴定，那你就能看到。那么如果是过去仿的，放到现在又光仿的，啊，又光仿的，这个不但是拐鸟，而且在这个元青花或这个明初的青花，我们这个马来西亚有一个。啊，大收藏家，他说他有120亿美元的一个收藏品，他的东西啊拿到北京，拿了几件到北京来，到那个丽都饭店啊让我看，然后看的结果啊，就是他有其他当然方面的缺点，但是他的右光法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的右光法门，他没有啊这个真品那种明快感，啊，这个是因为他不可能是新烧的，他那个可能啊首长他听他讲的是他的父辈。听他的父辈收藏起来要传给他，他现在也60多岁了，他比我岁数还大，所以呢他收藏的时间比较长了，那么他的右光的法门，所以这个光耀瓷器啊，这个时间长一点的右光法门，如果这个时间短一点的，他那个右光浮亮，还有呢他那个底部部分做的不对啊，做的不对，还有他的这个胎体的配方啊，也跟古代的配不上。那么这些方面，从刚才我跟各位朋友讲的六个方面结合起来啊，这个官窑瓷器的鉴定来鉴定就可以了。虽然我们讲南宋官窑，现在我们讲南宋官窑的究竟是官窑，南宋官窑呢，就是刚才各位看的那个官窑瓷店啊，官窑瓷店。那么南宋官窑呢，分两个方面，南宋官窑是分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修理式官窑，就是1127年呢。这个北宋比金明王啊，1127年，北宋啊比金明王啊，比金明王。这个是因为大概他用完了马上就关上，不盖上他就要那个。今年1127年呢，这个北宋呢就比这明王了，明王了这个金呢，金人呢。就是把那个北宋宫廷的啊3000公里啊，和那个珍宝啊，宫中珍宝纽约上放在哪儿啊？就拿到北京来了。那金成都现在在哪儿啊？就在广安门外头。那广安门现在水关博物馆的地方。所以呢，当时灭亡了以后啊，他们就迁都南方去了。啊，是不是要关一下，稍微停一停，太热了吧？这个唐王赵构呢，在杭州啊，他是这个建立了这个官窑。杭州建立官窑啊，并不是一去就开始建立，因为这个金兀术啊，这个金人的这个大将，这个金兀术不是那个金朝的皇帝，他是前线的一个元帅，一个大将，他是追着打谁啊？直接打的宋高宗，宋高宗跑到那打到了，所以呢，他把那杭州啊。这个打得一塌糊涂，把周围的南京火烧南京，扬州呢也那个屠城，把宁波呢也基本上只剩半个城市，这个到了后来啊，这个义和了，就是两方面的义和，龙兴到龙兴的时候，龙兴义和，那么他就干了，这个也原来是称这个儿皇帝，给金人当儿皇帝嘛，也去掉了。儿皇帝的称号，
因为今天这个是西里也学过，北方啊，全国上下大幅上下，传起了一个一个反清的浪潮，它西里弱了，然后呢，今天也采取汉化政策，也不是那么凶了，所以呢，南宋才稳定下来，才偏安于杭州。这个时候呢，由于南方啊，富饶的物质财富，使得本来就是腐朽的南渡呢，来的统治集团的人啊，到这个时候啊，就是啊，这个战争也少了，军人也不打了，那么他们的奢侈生活也越来越那个奢侈了。所以民生呢，就写了一首诗啊：“山外七山楼外楼，啊，西府歌舞几时休？啊，暖风熏被游人醉呀，只把杭州当汴州。”就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南宋官窑建立起来。南宋官窑在什么地方呢？南宋官窑在现在，它修的是官窑，应该是在杭州的那个杭州城的边上，在那个凤凰山万松岭老虎洞，所以这个地方称老虎洞窑。现在这个地方，这个伐对工作刚结束，而且也经过了验收，验收以后现在交给那个杭州市的这个博物馆啊，要建立一个新的南宋博物馆。发出去了很丰富的东西啊，很丰富的作品，而且它的那个瓷窑啊，有皇家气派，那个地面砖的铺啊，铺得整整齐齐的，这个工匠的那个做的作坊啊。其他地方那个工匠的作坊啊，都是很次的啊，那么他们那个地方都是大间大间的啊，工匠是大间大间的。那么他们这个凤凰山啊，经过大面积的科学发展啊，它这个表现出来有几方面的特点。我这个参加了他们的验收啊，也参加了他们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啊，那么看到啊，这个啊，南宋官窑、修北市官窑呢，有这么以下的几个特点啊，就是主要的是四个方面的特点。四方面的特点呢啊，第一啊，请大家这个多少记一点。第一啊，这个南宋官窑的种类十分丰富，比这个北宋官窑丰富的很多，产量很大，大量的是日常生活用具。日常生活用具有碗、盘、碟、钵、盆、杯、盏、瓶、罐，还有呢进神用具的香炉特别多，还有双层镂空的香炉啊，陈设艺术瓷，甚至宫廷玩赏的鸟食罐啊，这个供写字画或者水笛，这些都有。陈设呢，宫廷陈设品呢有双耳瓶、罐耳瓶、鱼耳瓶啊，这个瓜人形的扁瓶等等啊，这些各个方面，它的瓷器品种啊比北宋官窑丰富，甚至比汝窑都丰富，那么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胎体非常的精细啊，非常的薄，由于大件作品呢，这个胎体比较厚一点，但是呢，和这个釉层比较起来，还是算比较薄的。那么胎体的颜色呢，有以下的四种胎体啊。那个第二个，它的胎体啊比较精细，比较薄。那么胎体的品种呢，有四个品种。第一呢，就是浅灰胎，浅灰泛白啊，有点像龙泉窑的那种胎，但是没有龙泉窑细腻。这个呢很怪的。就这种含名贵的瓷器，非常名贵的这个瓷器，胎体往往并不是很细的，啊，胎体并不是很细。你像这种啊非常优秀的这个南宋官窑，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瓷片，啊，一部分是细，但有一部分呢，甚至还比不上龙泉窑，啊，比不上细的龙泉窑，啊，所以呢，这个瓷化程度呢也没那么高，还有点吸水。这个吸水啊，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他们这个瓷化程度不高啊，有点吸水。这个吸水这个特点啊，最早是杭州古董商发现的。
因为我们搞考古的呢，我们不大去研究它那个这个重量啊、习俗啊，我们就是看出它的这个造型结构啊、品种啊，这个考古排骨地层啊，就这个。这个蓝松块啊，它因为它比较精细啊，它开始卖那个大卖那个瓷片，卖那瓷片的时候啊，因为它发财了，到后来卖的非常精细啊，它弄那个片片的腰，片片的腰，因为它有很顺的，它有卖，然后它的腰，一腰啊就发现啊。泡到水里的东西啊，泡了以后拿出来要分量重一些，所以那个就是杭州博物馆旁边的我们常去呢，一个人告诉我，哎，超级老师有特点，你知道不？我不知道。他说这个他吸水比较大，我为什么？我一点不知道。他说我们呢，就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卖，一些一个小口袋一个小口袋卖，那个小口袋是能拉到天平上腰的，这个就发现呢，从水里面捞上来的，水里面捞上来的它分量重，从没有水里面捞上来的它分量轻。而你弄到电葫芦、电窑里面去烤了以后啊，它分量会减轻。哎，我真的，这个，他说你不信，他说你看，一般的瓷器啊，瓷器那个台体的那个东西啊，它是不吸水的，因为瓷器的特点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吸水嘛。他说你看你放在水里面，把它洗了以后拿上来，不一查，一晾一会儿根本没有颜色没有变化，它不吸水。但是呢，它这个蓝松块啊，你把它放在水里面去，哎。你拿出来拿布擦，你怎么擦？它这个都有水印，它都有水印，说明它有吸水性。所以啊，它的第一啊，它的这个第二啊，第二阶段就是一种浅灰胎，这种灰白色胎啊，它的这个磁化程度不高啊，有一定的吸水性。第二种胎体呢，就是深灰色胎，比较粗，含有细细的小沙粒，比较松散，有一定的吸水性啊，大多数啊。虽然是有点吸水性，但是外观看起来并不粗糙，是吧？大多数看起来还是并不粗糙，这是第二。第三一点呢，就是从浅红色的胎，浅红色、浅黄色的胎，有的比较精细，但是有的不够精细，主要在于啊，没有烧足，没有烧透，啊，它属于这种生烧的感觉，生烧的那个这个东西。但是用手去触摸呢，它是感觉比较坚硬，它是感觉比较坚硬。这是第三一种胎体。第四种胎的铁骨胎，特别是这是最优秀的啊，这是最优秀的，这是蓝松官窑的典型的胎体啊，褐色胎体，所以啊，它这个坚致细腻优良啊，但是呢干涩，它这个很干啊，很干很涩，它修得非常精细啊，这个铁骨胎它是干涩啊，又干又涩。啊，有干涩，没有那个润滑的感觉，修得非常的整齐，啊，修得非常的整齐。那么这个胎体啊，就是这些，因为它是这个含铁量比较大，这个是在典型的铁骨胎啊，典型的铁骨胎。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釉的特点。新的是官窑啊，第釉的特点呢，这个新的是官窑主要的、啊。它是以美玉般的釉啊，美玉般的这个釉层、釉质和釉色而深受人们的喜爱。胎体啊，虽然比较粗，但是呢，它有釉啊，有釉啊，没有那个罩盖，玻璃质啊比较强，所以开片呢，开的是冰片纹。冰片纹就像破碎玻璃渣一样，棱角分明。像我们看那个，有的就像那个碎玻璃渣一样，棱角分明啊。它的那个开片呢、啊、是比较张扬的，这是第一种，第一种釉，就是那种那个美玉般的那个饰品。这个第一啊，对了，我把对不起改这个。第一种是胎体比较厚的一些粗大的器物，上的釉呢比较薄一点，但是呢也有一定的厚度，所以玻璃质比较强，开白色的冰片，那个片纹呢像碎玻璃渣一样，棱角分明。啊，这是第一种釉啊，第一种釉。第二种釉啊，就是啊，釉质相当精良的一种浅灰色的釉啊，浅青色的釉，釉层呢比较厚，微微有点发脆。那么开片呢，又好像两层、三层的釉啊叠压到一起啊，一层釉压着一层釉啊，一个开一层开片压着一层开片，一层开片压着一层开片，所以这个就是属于那个这个釉质比较好的一种浅青色釉。那么第三一种釉色就神烧作品，神烧的这个作品呢，它胎体啊是那个红色的，
烧得不好啊，烧得不好就是浅灰色的。那么它的那个釉呢是油黄色啊，它的那个釉啊是那个油黄色啊，就是那个五种，这个第五种釉。第五种釉呢就是有尾的青釉，非常有尾的青釉，它是一种薄胎，薄胎也很致密。那么厚釉，这个厚釉有清约之感，属于水平比较高的一类。总的来说，青玉石官窑各种釉啊，它玻璃质啊都是玻璃釉。那么玻璃质呢，它有一些，但是不是很明亮的。玻璃质它的光泽都比较弱啊，玻璃质啊反光的能力不是很强，大概只是因为它生烧的关系，大概多多少少有点生烧的关系。所以我们看那个这个碎片，我们看那个碎片呢、啊，那个玻璃光啊，都跟那个龙泉呢、啊。跟他还是都不一样，大家不在看嘛，在看那个碎片，我看一眼，啊，我们齐齐整齐，每一道工序啊，这仪式不够啊，每一道工序的仪式不够，很精细，再加上优美的造型，加上优美的像玉一样的釉层，所以南山官窑它的格调格外高雅，格外高雅，也反映出啊，这个南宋统治者啊追求的一种比较文雅的东西。那么它跟那个北宋官窑相比呢，它有很多继承的东西，很多一样的东西，有很多继承的东西，基本的格调是一样的，但是它毕竟是南方生产啊，它毕竟是南方生产，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如香水属，所以南宋官窑的东西啊比北宋官窑秀气，没有北宋官窑那么粗犷，那么雄放啊，没有那么厚重，它一般都比较秀气，所以呢就有点这个南方的艺术品的特点，南方艺术品的特点啊，这个这是这个啊修类式官窑的特点。因为修类式官窑啊，我们看的比较多，比较具体啊，我们这个考古发掘过程也去看了，在接受他们验收，他们考古的验收会上我们也都去了，还有后来又开了一次国际会议啊，开了一次国际会议在杭州啊，我们都看了，所以啊做了以上的这个归纳。下面我们跟大家讲的一个官窑，焦炭官窑。那焦炭官窑在那个这个杭州的这个郊区，宋代的皇帝啊做祭祀天祭天啊祭天的那个地方啊，叫郊区一个祭祀的坛，祭祀的坛，皇家的祭坛的旁边啊，叫做这个焦炭官窑。焦炭官窑发展很早，大概这个二十年代的就三十年代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发现了以后呢，这个陆陆续续的发掘，那么这个解放以后呢，组织了大规模的发掘，现在呢建立杭州博物馆，现在杭州官窑博物馆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对外开放，那么它的这个作品呢也比较多，但是这个焦炭官窑的时间呢比这个修理式官窑还要短还要晚基本上它是在南宋都快灭亡了，南宋快灭亡的时候就在烧着烧着就突然就灭亡了，战争打过来以后就灭亡了，灭亡了以后呢，就是这个后来给了很长的时间有人在上面呢再来烧纸，烧了烧之后呢，就烧出了灰了，烧出了灰了。那么就是这个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焦炭官窑在杭州的乌龟山下，在杭州的乌龟山，在杭州的这个在杭州的乌龟山下。在杭州的乌龟山下。是那个南宋皇帝在郊区祭天的一个祭坛和那个乌龟山之间另一个狭长的地带里面建立窑，产品也比较复杂，
这个薛氏成为官僚，实际上以我的观点来看是蛮是迷药，是迷药。因为啊，他这个窑里面生产了很多，品种很杂，产量很大，那么很多民间用的粗瓷，就是当年浙江地区的玻璃又很强的啊粗瓷，所以啊，并不是所有的都烧那个官窑，官窑作品，官窑作品在里面的比例并不是很大。现在呢，都把它叫官窑，官窑就是官窑，实际上是为皇帝生产的啊，是为皇帝生产生活用具和这个一个民窑作坊。那么皇帝需要，他毕竟是有限，那么他就用来烧。那么皇宫不需要呢，他就烧民间所用的瓷器啊，烧民间用的瓷器。所以呢，这个是产量很庞大。你看，它有这个灰黄色的青釉，还有灰青色的青釉，还有杂色釉的青瓷，还有许多民间用的玻璃质很强的青瓷，这些瓷器都比较粗糙。还有地方啊，还有刻花、刻蚕丝花卉的，刻卷子花的，还有刻图案的，和一般的浙江地区的青瓷没有多少区别。那么典型的就是为皇宫用的青瓷呢，还是那种铁骨胎的啊，铁骨胎的这个薄胎厚釉的青瓷。啊，最典型的还是薄胎厚釉的啊，薄胎厚釉的这个铁骨胎的青瓷啊，铁骨胎的青瓷。那么这个它的这个特点呢，有这几个啊，有这几个方面，还有这几个方面。这个我不跟它归了一下，大概还是五个方面。第一个，典型的焦炭下的这个官窑的作品呢，他们那个就是那种供皇宫用的。供皇宫用的青瓷，主要的是碗盘杯洗香炉瓶尊中式品啊，还有中式品，这个中式品就是这个下山上这里来啊，几天那种偏远地方上面有八卦的那种中式品啊，那种中式品中国的啊，这个瓷器。那么这些还有鸟翅罐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医药用具，还有那个水泥这些。那么第二个胎体呢，它有黑褐色的胎、灰褐色的胎、铁骨胎，胎体一般做的都比较薄啊，有的精巧器物呢，那它那个胎体薄的只有一些毫米，甚至呢就是那个胎啊，它是怎么做的这么薄的，它怎么做的那么薄的，做那么薄它主要是啊，这个把那个胎成型以后，把成型以后啊，它先修管比较薄的上上釉上的比较上多次上釉，它一面上釉以后让那个釉面干了以后它又刮，它又又在刮另一面，把另一面它又刮，修管刮得非常的薄，它再上釉，所以啊，两层釉层在夹到中间啊，它有的就只有一个毫米啊，几乎是脱胎了。就跟现在挤的那个薄胎瓷器一样，所以它能够啊做得这么薄啊，就是工匠啊下功夫做。所以胎体啊，这个但是呢，很多那个啊焦炭官窑的瓷器的胎体还比较粗啊，也比较粗。那么大多数是比较致密的，所以呢，它是这个跟任何的瓷窑啊，它都是一样。有一部分呢是比较粗的作品，它也比较粗。釉呢也不是那么厚，但是呢，为皇宫烧的一部分呢，它是胎体啊比较薄，啊釉呢比较厚，釉层呢是比较厚的啊一些东西。这个是啊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它艺术风格上，艺术风格上沿袭了北宋啊官窑的风格，它不是这个叶真啊这个《坦山笔痕》里面写的就是习故今一致啊，顾文简的那个。这个《顾文简复宣杂录》啊，里面他也分析“习故今一致”，就是啊，承袭啊，习故今一致。